他我大姐。啊。他是咱们私聊，他说他昨天也是。他昨天也是。现在是。现在眼睛一片白，因为那个白在我隐形眼镜后面，那这样都是模糊的。你很。黏吗？他演技也奇怪，不会是的。他的表达能力好奇怪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表达能力是奇怪，好不能理解哦。是不能理解，所以有些人我经常被的误会，有点做作了，摔哪个？那个呀，我的故意，那个我是真的受伤了。就你一个男人在那啊！你不知道我里面发生什么情况？我知道，是高的，那我觉得有点。